哥你好，有带证件吗？可以稍微看一下证件吗？就在热闹的万华龙山寺旁，警方一如往常骑车巡逻着治安热点，锁定眼前这名可疑男子，因为他不断东张西望，心机可疑，而且身上背的包包跟穿的鞋子都是非常显眼的橘色，警方一眼就盯上，结果这一查，查出他是侵占罪通缉犯。手来，手来，今天通缉犯，你要不要配合我？62岁的曾姓嫌犯当下拒绝就逮，被警方强势压制逮捕。由于周边往来民众多，也一度引起围观。警方表示，这名嫌犯先前侵占他人手机被送办，由于没有到案，也没有出庭，在7月底被士林地检署发布侵占罪通缉。如今因为行经治安热区东张西望，意外被巡逻员警盯上，逮捕归案。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台北报道。